这样，哎呀，这是谁在想我呀？都说打一个喷嚏是有人在想你，您是不是以为这就是个无厘头的说法？嘿嘿，要说这个梗啊，那最早可是出现自《诗经》啊，“勿言不寐，怨言则涕”，就说哈，半夜醒了，无法再入睡，我想你那么多，你一定在不停打喷嚏吧？而且呀，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呢也用过这个梗，“白发苍颜谁肯记，晓来频涕为何人？”我这年迈的老头子还有谁惦记啊？可真要是无人惦记，我今儿早上怎么打喷嚏打个不停呢？看看咱们古人给打喷嚏这事儿哈，弄得还挺浪漫。电视机前的大伙儿，您是不是也一打喷嚏就会合计了，谁又在念叨我了？那浪漫过后，咱得回到现实啊。您还真别怪我煞风景哈，我主要是给您提个醒，有人打喷嚏打进了急诊科呢。46岁的张芳是湖北省仙桃人，最近打了个喷嚏之后呢，发现四肢不能活动了，说话也说不利索，他赶紧拨打了120，到了医院之后发现自己脑梗了，还好送医及时，打完喷嚏是手脚也不好使了，话也不会说了，竟然脑梗了。打个喷嚏的威力居然有这么大，健康一身轻，越看越年轻。欢迎各位收看好中医好中药，认准百草益寿，百草益寿中药房独家冠名播出的健康一身轻。今天来到现场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急诊科沈海涛医生，欢迎沈老师。欢迎大家好，你们好。今天的女主播是夏雪，大家好，我是夏雪，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在网络端为大家服务的拍档是莹莹妹妹。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莹莹啊，你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抖音号，随时和我们联系哦。喷嚏必须都打过吧，都得打过，但是打完之后说手脚不好使了，说都不会话了，这种情况竟然是脑梗啊。那海涛老师，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是确实是有发生过。那为什么打个喷嚏就引发脑梗了？那咱们再一步一步来分析一下，是吧？脑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脑子附近的动脉血管堵了。不确切，应该说是给脑子供血的血管堵了，他在旁边走的话他不供血其实没啥事，给他们供血的血管堵了。相应的比方说心梗也类似，都是属于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堵了，我们称之为心梗啊。总之的话堵了脑子我们叫脑梗，堵了心脏就叫心梗。如果血管里有垃圾的话，也就是所谓的垃圾吧，它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对，我们称之为也叫脂质斑块。为什么叫脂质斑块呢？因为它是由脂肪构结而成的。这个脂肪是哪来的？是血液给你运来的啊。咱们血液里面是有血脂的，如果血脂特别高的话，就特别容易在血管壁上形成这么一层像粥一样的东西糊在这儿，越积越厚，越积越厚，中间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脂肪内核，叫脂质斑块。血脂是形成粥样斑块的一个最主要的脂质来源啊。所以的话，血脂高了，你这个斑块形成就会特别快，形成的就会特别大。这事儿呢，我还多少明白一点哈，这个脂质斑块呢，它要附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是不是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血管上它不是那么的光滑了，有一点巴巴赖赖的，它才能粘到上面。对呀，就是这个脂质斑块想要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话，是有一定条件的。大家伙想一下，下雨天之后，哪个地方最容易形成那种泥泞的地方？谷里、坑里。我知道了，这路不平了，肯定就容易流泥。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原来的土路啊，地上这个坑坑洼洼的，这个车上啊，要是拉点什么，这个时候好像就特别的容易往下掉。对呀，血管其实也一回事儿，就是血管壁的话也是坑坑洼洼的，表面不平的话，那也容易形成这个脂质的一个沉积啊，因为脂质很粘的嘛啊，哪一种不平的话，往上一糊就粘住了。那我们直播间有明白的朋友啊，就说这个血管它要是不好，坑坑洼洼的，是不是跟这个血压高有关系啊？血压高它可能对这个血管壁就会有一些冲击什么的，然后就是时间长了会有一些小破损。哎。说点上了啊，这个高血压是引起这个血管内壁损伤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血压一高了之后的话，对血管内壁可能产生什么呢？第一个，它压力高了，直接挤压，你就相当于什么，拿脚去踹两脚，地上是不是踹出坑来了？还有一个劲儿，什么劲儿啊？血管里面有血液。你把这个特别大的压力压给这个血管壁之后的话，它还有血液搁边上冲呢。还有一个剪切力，这个剪切力相当于拿手再去拽一下，所以的话血压一高了，给血管壁的这个作用的话，就连拉带踹这么一个劲儿，那血管壁就特别容易形成那个内壁的受损，坑坑洼洼。那这回是这样的啊，血管的里边的斑块形成其实跟血压、血脂都有一定密切的关系。那如果血糖
糖的指标异常的话，是不是也容易促成这种损伤呢？是啊，这个血糖的话呢，它本身就可以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像咱们都吃过这个蜜饯是吧？用糖泡个水果一吃是吧？抽抽巴巴的。为啥变成抽抽巴巴的？糖给它拿成那个样的。对于血管来说的话，血管内皮在长期高糖的这种浸泡下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相应的损伤。那么之后的话，一出现损伤了，也一样会造成血管内皮的一个巴巴赖赖的那种改变，也特别容易形成那个粥样斑块。根据柳叶刀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新发脑梗塞是1370万人，每年呢因为脑梗塞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万人。而引发脑梗塞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是高血压，在我国目前高血压的这个治疗率约为42.7%，但是有效治疗率仅是14.5%。也就是说，大多数的高血压的患者并不知道自个儿已经得了高血压，所以深深提醒您，家里备一个血压针，没什么事儿呢。所以深深提醒您，家里备一个血压计，没事量一量也没啥损失，是不是？别让高血压悄摸的找上您。那我们说啊，这个血管里边有了斑块呢，它还是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的，那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垃圾啊，是在我们这个路旁边的，它只不过是让路变窄了啊。那如果是这个心梗啊、脑梗啊之类的呢，它就是路边的这个垃圾啊挪位置了，被扔这个道中间了。哎，对，这是有可能的啊。一般来说的话，血管变窄，它是一个逐渐进展的过程，就相当于垃圾逐渐堆到路中间，啪堵上了，我们彻底过不去了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粥样斑块有一个特点呢，它会破。以前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心梗的科普，心梗科普就是心脏里边的斑块突然间破开了，破开之后的话，人体的凝血系统就会在破口这块进行一个快速的修补。用啥修补啊？其实就是用血栓修补。本身你就已经狭窄的不成样，在一个急性血栓形成，咵，彻底堵死了。那所以就是打喷就相当于扔垃圾这个动作了。你说这个扔垃圾就相当于是缓慢逐渐给它彻底堵上了啊。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什么呢？我们在打喷嚏的过程中，你相当于用一个很高的血压冲击这个垃圾堆，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这个斑块撕开了，形成血栓。咱们还拿垃圾堆打比方的话，就是你把垃圾堆里面很多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东西给放出来了，一股苍蝇就呼过来了，是吧？彻底把这条道全给堵死了，你就什么东西也过不去了。那就是说，我其实在打喷嚏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本身血管和血液的质量不优秀了，有一些潜在的基础了，然后这个打喷嚏是最后的那根稻草。对，是吧？哎，是怎么回事？我有点想不通啊，就是我们说打喷嚏它能有多大的劲儿，怎么能把这个粘在血管上的垃圾给它震下来呢？打喷嚏这个动作每个人都会做啊，但其实后面的数据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我们在打喷嚏的时候，经口的空气流速可以达到150到160公里每小时。哎呦，超速了，相当于是台风的时速啊！对，劲儿其实非常大的。再不理解这个速度的话，大家伙儿都坐过车吧？你参考这个车最高时速120，过了120就算什么？超速，超速了啊！你坐着超速的车，这个状态都有可能没有你打这个喷嚏的气儿快。所以你想想这个速度有多快？那以后在坐车打喷嚏的时候，我是不是影响车速了？往前打，我往后打，它助推，把后面后备箱盖打开喷一下，这样的作用啊。但是这个本身这个气体呢，是从我们肺部流经我们的呼吸道，经过口咽部喷出来的，这个时候的话，会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什么？一个刺激给我们的胸部和颈部的一个血管。那这么大的劲儿啊，是真有可能把这个四周啊、路面上这个垃圾啊都给它冲到路中间来的。所以说，同理呢，这个血管上的垃圾也是有可能震下来的，最后呢就导致了堵塞了。对对对，那就是说你本身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这样的朋友就更需要注意了。对，因为他们这个粥样硬化斑块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有可能在你打喷嚏的过程中，因为动作过大、血流冲击、血压增高等等因素的话，造成了一个斑块的一个损伤。另外的话，有一些人他有可能会有心脏病，原本的风心病里面有一些心脏的腹壁血栓，这些东西的话，你做过大的一个胸腔的动作，都可能会把这个血栓给抖下来，堵了脑子也是一样，会得脑栓塞，所以的话呢，就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的话，在打喷嚏的时候，确实是应该小心一些。那您说这个三高当中啊，有几高就容易得这个动脉斑块呢？是不用三高都聚齐吧？有这么三位朋友啊，分别有一高或者有两高的这样的在身上的，他们就想知道自己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可能性大不大？我爸就是高血压20多年，血脂血糖还行，如果不吃降压药也会挺高，170、180那样，是不是患脑梗或者心梗的几率就比较大呀？我吧高血压高血脂都有，
没楼上那么高，但是也十多年了，我和他比谁风险更大呀。我爸血脂比较高，但是血压很正常，他是不是属于血管里的垃圾，血管壁的垃圾沾得多呢？那么他是不是也容易患脑梗或心梗呢？刚才沈老师说到哈，三高呢对于动脉啊粥样斑块的形成呢是有着这个打引号的效果的。您看啊，这个血压高，血管呢它就不光滑了，血脂高啊，垃圾呢它就多了。那如果说在血糖高，血流就慢了。所以三位朋友当中，我觉得他这个第二位啊，他这个朋友是不是可能性最大？因为他这个三高里面他占了两高啊。那他虽然那个血脂和血压都高，但是我感觉也没高出太多呀。但是反倒第一位这个血压高的，还有这个第三位血脂高的，那他们都是高出挺多呀。所以我觉得第一和第三会不会比较危险呢？嗯，其实啊，这个引起脑血管病啊，粥样硬化形成的这个高危因素，往往是有一个累加效应的，那也就是说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对于第二种其实是最危险的，就既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再累加高血糖的话，那基本上每一个人有三高的人的话，你一查血管里面都有粥样斑块的一个形成。至于说单纯的这个程度增高啊，其中只占一条啊，血压增高嘛，或者是单纯的血脂增高，这种的话是没有两条以上的这种病情风险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是用第一位啊，他这个是属于高血压，和第二位血压血脂都高的朋友了。那您看看谁得这个动脉粥样斑块硬化的可能性更大呢？嗯，还是属于病因越多的越可能会得这个大的粥样斑块。高血压对血管就是又拉又踹的这么一个损伤嘛，踹出坑了之后的话，边上飘一块油，啪糊上了。哎，这个时候的话，比方说有人抽烟也算高危因素嘛，拿烟再熏一下，之后的话再拿糖再泡一下，那这个血管壁的状态一定会变得非常非常差。再喝点酒，血压再高一下。哎，再拿酒再呕一下，是吧？这样的话，血管内皮损伤特别严重，这样的形成那个斑块的速度也会特别特别的快。那如果只是单向的话，里边怎么来评判他们的这个粥样动脉硬化的风险呢？嗯，这个就很难了。为什么呀？因为血脂高，有高的轻度，有高的中度，重度增高是吧？血压也一样，血糖也一样。所以的话，我们详细看具体哪一个影响更大的话，还是看哪一个上升的幅度更高。沈老师，刚才这三位里头都没有高血糖的，然后直播间有位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有点坐不住了，他又说呀：“我是查出高血糖已经三年了，那我的风险会不会比单要是有高血脂的人要更大呢？”其实血糖这个事儿啊，往往它不是单发的，很多血糖高的人的话，你一查他血脂、血压都有可能有点问题。所以的话，单纯血糖高的患者的话，在临床中占比并不是特别多，因为代谢综合症往往是伴发啊。如果真就是单纯的一个血糖高，那么恭喜你，目前的话还相对来说比那两者要好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单纯的血糖增高的话啊，是咱们说代谢综合症最轻的这个分型。一旦你控制好饮食啊，增加好运动量啊，哎，还是一个可逆的一个进程，很可能以后会变成一个正常人一样。我们说血管呢，可能有粥样硬化斑块的朋友哈，那这些危险的诱因呢，您可真得防着点。这个打喷嚏怎么防啊？那可能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就憋着呗啊。那如果说有这个打算的朋友啊，可得好好看看下面这条。这穿孔的呀，对你两个耳朵都是穿孔的呀。这还有感染呢，不是怎么憋喷嚏能把耳膜憋穿孔了？百草益寿中药房提醒您，下节更精彩。这个辣条最近被奥运冠军带挺火的，怎么就过敏性紫癜了？那长有这个耳前瘘管应该怎么办呢？正在播出的是《健康益生经》，去掉多余的繁杂，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没有蔗糖，生活却有了轻盈的甜。简纯酸奶。零添加蔗糖，怕蔗糖，喝简纯。君乐宝乳液。成大方圆21周年庆，私请盛典汇聚全城，10月11日至20日，全场最高满100送70元，1000种商品买一得二，会员专享健康礼，私请放假超实惠，健康盛会尽在成大方圆。你常常一根烟不拒绝，一包烟无所谓，可是肺部损伤风险能够增加20倍。你常常咳嗽气喘，停一停就过去了，可是恰恰错过了慢阻肺的最佳诊疗期。肺健康无小事，早防早治莫忽视。关注肺健康，辽宁都市频道携手国大药房、成大方圆，中药补肺丸，爱肺行动第三季等你参与。咳痰喘慢阻肺人群，现在拨打电话400-166-4699，就有机会领取中药补肺丸和健康礼包一份。我是国大药房孙丹，定期检测肺功能，规律作息，勤养护，守护肺健康，我们在行动。关注
我们的节目，参与健康一身轻爱肺常识问答互动，就有机会领取到中药补肺丸为您送上的健康礼包一份。今天的问题是，捶背端坐可以养肺吗？ A 可以， B 不可以。发送您的答案 A 或者 B 留言到健康一身轻微信公众号后台，每天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观众当中呢随机抽取五人，赠送价值198元的健康礼包，其中有养立方黄芪粉一罐，红豆薏米茶一盒。爱肺行动，健康中国，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携手中药补肺丸及国大药房成大方圆共同发起的爱肺行动第三季中药补肺丸肺健康公益型活动。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被咳痰喘、慢阻肺、肺气肿、肺心病、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66-4699400-166-4699报名，审核后凭借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和肺部 X 光片即可免费领取中药补肺丸10天改善量，再得健康礼包一份。正在播出的是健康益身轻。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好中医好中药请认准百草益寿，本栏目由百草益寿中药房独家冠名播出。提示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健康益身轻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号，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来到现场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急诊科沈海涛医生，欢迎沈老师。欢迎沈老师。不是怎么憋喷嚏能把耳膜憋穿孔了？真别说，还真有可能。打喷嚏的过程中，相当于一股台风从你的口鼻部经过，是吧？啊，这么大的台风的话，你要是把它憋住了，这股风跑哪去了？脑子里、啊。哎，就会冲击你的整个鼻咽腔。嗯。啊，在咱们鼻咽腔内的话，有一个管啊，叫咽鼓管，是通向耳朵的，它可以直接把这个气压给鼓膜。那么鼓膜在这种严重的压力之下的话，就有可能会撕裂穿孔。你说这健康的人，就是没有基础病的人，鼓膜什么的都有可能吗？还是说得有一些基础病的人，比如说耳朵本身就有问题的人才会？就是不用有基础病，只要是这股劲儿你没使好啊，恰好你把这个最大的压力点释放给鼓膜了，那么鼓膜在这种强烈的冲击之下的话，基本上都会撕裂啊。但咱们大部分人打喷嚏都多少会调控啊，就是你会直接啊，咻一下把这个气儿全经过口鼻喷出去了，这是大部分人。还有一小部分人呢，他憋，那觉得现在场合哎呀不适合打喷嚏，憋住了是吧？这个时候他憋的话，他这个声带其实是一个闭合状态。你尝试做一下刚才我说这个憋喷嚏动作，这个时候你是说不出来话的。嗯，为什么说不出来话？你把声带闭上了，大部分的冲击力被你声带拦住了。哎，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整个口鼻部的啊，这个压力就没那么大，相对来说冲击咽鼓管的压力呢也没那么大，就不容易出现这个鼓膜穿孔了。就怕从声带那边都出来了，完事儿之后你又给憋进去了，这个挺寸劲儿啊。对对对对。那您说啊，有这个动脉粥样斑块的朋友呢，他是打喷嚏也不好，憋着也不行，这打喷嚏太抽人了，咋整啊？嗯。不是，那是不是要是没有什么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或者是没有三高的朋友，我就可以随便打喷嚏了，别老憋着。嗯，打喷嚏的话呢，就是我见过啊，我父亲就是一打喷嚏总喜欢使劲打，觉得不使劲的话打的喷嚏打的不过瘾，你这啊冲一下，特别楼上楼下全都听到那种声，是吧？这种行为的话，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基础的人应该是避免的。别甩开膀子啊，使所有劲儿去打一下喷嚏。为啥呢？因为你本身就已经到台风了，是吧？你就别从12级再给它干到18级去了，是吧？啊，台风的这个风力越小，相对来说造成你血管冲击力和造成鼓膜穿孔的这种风险也越小啊。所以它咱们打喷嚏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保证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就不要选择那种什么很危险的位置。你因为人打喷嚏的时候的话，脑部可能呈现一个短暂缺血的状态，大家伙有那种体会吗？打喷嚏这一刹那，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我打过眼冒金星的感觉了。哎，对，所以的话，选择一个自己在比较安全的一个体位啊，别说打个喷嚏自己还摔倒了啊。那么安全的打就是匀速的啊，让自己口鼻部能够张开的，把这口气吐出去就可以了，也不要憋。啊，也不要憋。有没有什么姿势啊？这种的啊，以前说有过那种，就是打喷嚏之后的话，把自己给打腰托了 啊。有对对对，哎，有过这种就是新闻报道。比方说你是一个以前得过腰托的人，那么你这次打喷嚏的时候呢，就适当拿手托一下腰，避免再出现腰托，是吧？啊，比方说你以前有肋骨骨折
啊，出香类物质现在还没完全好的话，你在打喷嚏的时候适当保护一点自己这个舌头的肋骨是吧，啊，适当保护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辣条最近被奥运冠军带挺火的啊，怎么就过敏性紫癜了？这过敏性紫癜什么毛病啊？嗯，这个过敏应该大家伙都见过是吧，啊，严重的过敏的话又红又苍，嘴唇的话都鼓得不成样，满脸全肿了，这是为啥？这个其实是因为毛细血管往外渗水了，嗯，哎，水漏出来了之后的话，水肿造成了局部的一个疮的表现，是吧？啊，而相应来说的话，过敏性紫癜就是比这个更严重，因为这个过敏的话，导致了一个血管炎的一个发生，血管发炎了，它漏出水分之外的话，把红细胞都给漏出来了，把血漏出来了，嗯，这个时候的话，咱们一看局部，呀，青一块紫一块的紫癜，皮下的那种淤青淤斑。耳朵前面有一个小孔，也就是耳仓，耳仓在过去呢被称为富贵孔。皮肤下面皮肤全部是烂的。正在播出的是健康益身经，去掉多余的繁杂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没有蔗糖生活却有了轻盈的甜，简纯酸奶零添加蔗糖，怕蔗糖喝简纯。君乐保乳业。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烟草伤害心脏，美吸一支烟都在伤害着你和家人，现在就戒烟。关注健康的您有个地儿啊，不妨去看一看，那就是都市频道健康城。关注健康一天星以及都市频道其他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健康城喽。这里有不少健康养生好物，没准呢您就可以选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哟。正在播出的是健康益身轻。好，广告之后感谢回来，这里是健康益身轻，越看越年轻。今天来到现场老朋友，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急诊科沈海涛医生，欢迎沈老师。欢迎沈老师。大家好。耳朵前面有一个小孔，也就是耳仓，耳仓在过去呢被称为富贵孔。皮肤下面皮肤全部是烂的。这个其实是一种生长发育期出现的这么一种前瘘管发育不全。嗯嗯，这什么叫耳前瘘管呢？耳前瘘管啊，其实是来源于我们人类啊，从最古老最古老的这个鱼类进化到现在所剩下的这么一个进化不良的一个遗传缺陷啊。我们人类是由爬行动物进化来的，爬行动物是由两栖动物进化来的，两栖动物是由鱼类进化来的。所以的话，很多人说什么人类的祖先是猴子，其实再往前推的话是鱼啊，再往前推的话是单细胞生物。这个鱼的话它有鳃，鱼鳃的话经历数十万年的这个进化的话，到人类这块的话就已经被完全进化掉了啊。在胚胎期你可能还能看着点，哎，像鳃那么个东西，但是就有那么撮人的话，他发育到这个中间的过程中啊，这个鳃的这个痕迹没有完全长平，就可能表现为这个耳前瘘管一个小眼儿。那还有功能吗？没功能了，它是一个盲端啊，就相当于是一个井啊，里面就只有一头啊，所以的话它不具有任何功能。提示大家，欢迎各位来关注健康益身轻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抖音号，在这两个平台上我们有更多的跟您生活健康息息相关的好玩的资讯啊，等着大家去发掘。另外您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尽快安排专业的医生朋友帮您来解答。节目最后呢，要感谢好中医好中药认准百草益寿，百草益寿中药房大力支持健康益身轻，越看越年轻。拜拜。